up? This is Jinglin Donglu, Shanghai's famous music street. Here you'll find stores selling drums, guitars, pianos, anything you need to start your own band. Let's do that right now. Here's a guitar store. Nonghou, 是你的店吗? 我比较喜欢老的风格，老摇滚的风格。我们吉他店呢，主要是以吉普森这个牌子为主，所放的一些型号呢，都是比较经典。像这款呢，就是B.B. King，对，famous blues musician。对对对，然后像这种都是比较经典的爵士型号，然后像这边呢，都是一些Les Paul，就是玩一些摇滚啊什么都可以。 像这种扎克 ，slash， okay. 这两款非常好。还有这款，复刻1959年的，1959。这个是你最贵的吗？最贵了，这是最贵的。你有一个乐队吗？对，我有乐队。要看你的乐队表演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的。 还有像这种的，适合玩一些重金属 metal， 这些琴，在早些年在上海很少看得见。哇塞，你弹的真棒！其实我是个鼓手，我是打鼓的。啊，是吗？啊，我也是鼓手。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那你平时都打什么风格啊？平时打朋克风格。哦，太棒了，我也非常喜欢这种。是吗？对对对，真巧啊。 那你要比赛吗？乐队。从运行上来说，我们的喜欢的东西比较接近，对，所以在我们进行某些创作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定的很好的摩擦。 我们是上海市音琴行自由数乐队，我们三个人都是这里的员工，我们在这里上班比较开心，因为可以自由的弹吉他、敲鼓啊什么的，我们三个人呢也喜欢的风格也一样，之后呢才走到了一起。正如这个小彤说的，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对，我们这基本上都是玩了至少七八年以上，所以。 可能会有个蜕变吧，慢慢从那些比较激进的过渡到稍微有一点点内在东西的，对，看到那种灵气的东西。而且跟上海的氛围也有关系，因为跟上海吧，这个整个城市的基调就是你要玩很重的音乐啊，像跟这个城市的风格有点格格不入。相对而言，就是上海的风格就是流行啊、英伦啊，或者是爵士，因为上海的爵士是比较有底蕴的，类似的。 跟上海这个氛围更符合一点。最近我们在录我们自己的东西，录一张准备录一张新的一些，就是我们最近的想法，准备把它完善一下。就演出的话，最近应该没有什么太多固定的场合去演出吧。最近，因为最近主要是忙的录自己的新专辑。 今天主要就是一个jam，对，我们在一起，其实事先也没有什么太多准备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比较随意嘛，我们在就是，大家有一个我们那样的一个 groove 的一个段子，然后我们在一起就是，我们的顾佳老师进行的简单的一个旋律的编配，然后我们 bass 跟 drum together like 一起做一个 groove 的律动，然后我们 trill 这样。 Thank you.
Thank you.